贵为国宝的大熊猫一向深得民众欢心，估不到它在树上玩得这么狂野，哎呀不小心跌了下来添，好彩它身上肉厚才没有受伤。原来大熊猫生气的时候会好像人类那样发脾气，乱咁揼嘢，碌地，边个靠近佢都会变成沙包啊！喺四川成都嘅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，两只大熊猫 BB 都想同一个饲养员玩，但饲养员冇办法同时照顾佢哋，只系顾住同其中一只玩嗰阵，唔小心忽略咗另外一只，被冷落嘅大熊猫 BB 好委屈，不断揽住饲养员嘅手臂，求佢关注自己，就好似喺度讲：你都同我玩啦！看到饲养员要离开嗰阵，仲紧紧咁捉住对方只脚唔肯放，饲养员唔好太偏心啊吓！呢、這个基地养咗超过150只大熊猫，可以讲系大熊猫嘅大本营。基地专门从事濒危野生动物研究，仲结合咗繁育工作、保护教育，亦开放俾公众旅游。